前，刘诗诗的工作室晒出了几组刘诗诗在参加某活动的照片。在照片中，刘诗诗身穿一套蓝色连衣裙，不过这件衣服的风格与睡袍相似，引起网友的热议。但不得不承认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从这一身造型来看，不管是服装的面料颜色选择，还是剪裁设计，都很好的凸显了刘诗诗的优点。刘诗诗气质太出众，穿蓝色缎面裙高调现身活动，仪态挺拔，太优雅了。活动现场，刘诗诗依然是温婉的小仙女形象，这倒和她的气质十分的匹配，给人一种腹中自有诗书感觉。这也让网友认为刘诗诗在自身的穿搭上不是那么在意，在意的只是自己是否舒适。其实舒适是服装的一项基本要求，穿出自我，穿出时尚，才是服装应有的模样。